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速读时间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四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就是三。再来呢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哈，这个三过来，这就是三。再来呢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就是三。三 bingo 了，那我们来看一。哦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就是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就是一。那我们来看八。好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好，再来呢，再来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再来呢，这个八过来，这个八过来，这就是八。好，八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来看九。好，那这个九过来，这就是九。再来呢，这个九过来，这就是九。再来呢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九过来，这就是九。哦，再来还有，这个九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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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就是九。九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第一公差是吧？二六，这边有六，放什么？二，这就放什么？六。好，再来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就是六。再来这个六过来，这就是六。再来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就是六。再来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就是六。啊，再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个六过来，这就是六。六听过了哈，那我们来看第二宫是差多少？是不是差二五？这边有二，放什么？五。就放什么二 ？OK， 那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。再来嘞，哈、哦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两个不管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别的。第四宫哈、哦，第四宫是不是差一个什么？好了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好，这个第四宫差一个，就是差什么五 ？OK。好，这个五，这个边也差一个五。好，这个五过来，这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就是五。五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第五宫差一个多少？是不是差一个四 ？OK， 那这也是一个四。哦，来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就是四。再来嘞，这个四过来，这就是四。来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就是四。四也 bingo 了。那我们看第六宫差一个是不是？差一个七。好，在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在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好，七也 bingo 了哈。那我们看第三宫差一二，这边有二，放什么？一。这就放什么二 ？OK， 那这个二过来，这就是二，二也 bingo 了，这差一个就是什么一？好，谢谢大家。